猫冬是我们东北农村一年四季中最长的大农闲，约占全年时间200天左右。以前呢，人们利用着漫长的冬季，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，为来年的生产做好了准备，在相互帮助中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。虽然贫穷，但并不缺乏民俗文化所带来的快乐。傍年根儿的时候啊，耍嘎啦哈，跳花棍舞，扭秧歌，围着火盆讲瞎话，村民们以各种民俗文化的形式祈福下一年的风调雨顺。如今呢，在农村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但一些恶俗陋习却沉渣泛起，并扎堆似的聚集在猫冬。聚赌、酗酒、传销、迷信等活动越演越烈，原本惬意清闲的猫冬反而成了村干部们最头疼的季节。三锅一把没糊，哎，上边打五万怎么糊呢？上把没有庆。一会儿你们三个跟我往那边去，刘台，你领他们三个那边去。哎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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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，你这是啥点？哎，是不是倒圈了？来来，调方，调方，调方。调方吗？调方。你糊的吧，来，你看看。事儿，什么事儿多？那你不得动动动动挪动挪动？糊的我掉色儿。七，来，咱俩换，咱俩换。华村的林书记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林书记，林书记，你千万别报案呐！带走，走，走，走。喂，你好。哎，派出所吗？我是丰年村的袁哥，我想报案。哎哎，那个你们几个洗牌啊？这家给我憋的，我上趟厕所。事儿咋那么多呢？哎呀，妈呀，钱呢？哎呀，行了，你别拿了，没人偷你的钱呐。是。你们俩这是第几次了？林书记，我俩刚偷第一家，就被你们逮住了。是啊，我们俩点儿也太背了。你说啥？我们俩踩了三天点儿，知道车广顺晚上耍钱不在家，所以我俩就去了。哎。吴迪啊，你媳妇上哪儿去？这么些天没回来，这都走七八天了，回娘家了吗？这怎么去那么长时间呢？哎呀，帮着包冻饺子，完事儿呢还得上后沟我大姨子家啊。
帮着包那个粘豆包，然后我小舅还得杀年猪，知道不？还得去帮忙。不是，这离年大了早呢，你说干那么早干啥呀？每年毛冬不都这样吗？是不是？一毛冬他就开始走，就赶紧把年跟前这点活干完了，他好像有时间看小纸牌串门子吗？那倒是啊。你俩听说没有？最近佛手又吵上了，正套上呢。老坎呢？啊。我听说前两天在后沟，一宿赢了12万。哎，我总觉得老坎的人好像手有什么活似的。我也感觉他手上有活呢，是吧？我其实真没发现他有啥猫腻，但这小子太性了。我跟他玩一回输一回呀、啊，我也是，肯定有事儿。你说你们两个像不像个男人？啊？你们两个都对不起你们的老祖宗。知不知道你们大洼村是怎么来的？那是你们的爷爷一锹一镐刨出来的，尤其是你爷爷啊，那可是首屈一指的庄稼汉。还有你爹，那是老实巴交的农民。再看看你们俩，二五的庄稼人，不务正业，什么东西你们俩算？林书记，我知道错了，真知道错了。你饶了我们吧，林书记。不是，你说他咋那么性呢？啊？那谁，广顺干啥去了？这么半天没回来呢？是不是搁尿道跑了？不能，不能，不能。赢了跑，输了球，知道不？他不带跑的，你放心吧。我去看看去啊，顺便啊，我也算放放水啊。你别看看去，你也走了，你快点回来。哎，放心吧，别跟他一样。哎呀，这点太背了。哎，广顺啊，你上趟厕所这么半天呢？哎，上火了。上火了？嗯。你输的吧？你才输的，你净点炮。说啥话？你点，你点。当然点了啊！有警察，警察来了！上来，快跑！啊，我钱还在屋里，我的钱在桌里，我天了，丢不下来！你把后门堵上！你动什么牌？哎，有动静！赶紧藏起来！啥玩意儿？我上厕所怎么还犯法呀？干啥玩意儿？屋里有人了？没了。刘老呢？刚才跑了一个。你把他带屋里去。我怎么上厕所这犯法？他带我干啥？什么事啊？有啊。走。哎，这干啥玩意儿？这干啥？那啥，这是咋个情况啊，狮子哥？我老大，那两个人呢？那两个人。哪两个人啊？装啊，装糊涂是吧？不是。哎，广顺啊，和你深更半夜咋还跑我家来了呢？谁？我呀？那啥，我这不溜达吗？我到你家门口了，我去上趟厕所。这家伙不分青红皂白就给我逮回来了，不知道咋回事我都。行了，消停。广顺啊，你话不能这么说，人家石所长也是秉公执法，你知道不？这肯定在背后有人坏咱们，谎报军情。对不对，石科长？我老大戏演得不错呀，接着演。石科长，我哪会演戏呀？哎，老大，这里什么东西？那里能有啥东西啊？那个衣柜那能是啥衣服呗？装衣服哈，我看看什么好衣服。出来吧！哎，还说啥？快出来！慢点！
参谋啊。袁哥来电话说他家招贼了。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了？对，这两个贼呀、啊，让咱们村的联防队员给抓住了，现在在村委会呢。不是，那俩人哪来的？大洼村的。你看啊，现在咱们庆安的这个有机大米价格上去了，还有些人呢就专门想着歪主意，一到猫冬，哎，就想着偷鸡摸狗。要我说吧，就这车广顺闹的，他要不去耍钱，人家也摸不着底细，就出不了这事儿。什么？车广顺又去耍钱了？嗯呐，袁哥刚才来电话，他都快气死了。他已经跟派出所报案了，让派出所到吴迪家去抓赌了。这个情怀，你说的。那啥，要我去村委会不？不用，一会儿我给石村长打个电话。哎哎哎，嗯呐。石村长，我是林三木。对，我就那什么，我就明天把罚款给你交了，不就完了吗？废话这么多的，走，慢，走走走，老实点。哎，轻点，别动，给你腰上给我换人。上上去，上上去。哎呀，走走。石村长，哎呀，我这有俩盗贼，我就出来了。哎呀，石村长，我把这两个盗贼交给你了啊，你放心吧，刘书记，我先处理好。上车，快点！这啊，好，好，来刷俩，又来俩的，出来干啥呀？袁哥，别生气了啊，别难过了，你看姐明天咋收拾他？让他臭嘚瑟，姐，你说他就这么没鼻子没脸的耍，每年猫冬都这样，就连小偷都知道他成宿不在家，要不然怎么敢到咱家来偷粮食？我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别，袁哥，姐都合计好了。这几天齐磊他们外贸公司不是来收合同粮吗？等他们收完合同粮，我就让他上我那个粮米加工厂去上班去。我看着他，我看他还敢去赌去。你都让他去过多少回了？他哪次去了呀？这回一定让他去。你相信我呗。哎呀，没用的。他今天晚上还起誓发愿，说他不出去。在我俩手里拴了一根绳子，你看看这个绳，人拴在枕头上，这不照样出去耍吗？照耍不误吗？你说说这老车家，这咋就出这么一个败家玩意儿呢？这，姐，我这回是真心不跟他过了。袁哥，你可别说气话呀。这进一家门出一家门那容易呢？再说你要是离婚了，那豆豆可咋整呢？豆豆我带着，没什么难的。再说他都那么大了。这样，你要是觉得我治不了他，有三木呢，他最怕三木了，让三木治他。人要入一道啊，没治，别说林三木，就是他亲爹都不行。爸，你咋来了？不是说不让你来吗？这黑灯瞎火的，你再摔着、哎。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我能在家待得住吗？这个广顺啊，真是不往好日子上过呀。哎呀，建雪，建雪，哎，哟，这么晚了，你咋还出来呢？我是村副主任，出了这么大事儿，我得到袁哥家来看看啊。哎，那俩人咋处理了？送派出所去了。哎呦，看来这村屯联防得加强。是，走吧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哎，袁哥，别太伤心了啊。我跟你姐呀，向你保证，让他以后不再赌了啊。爸，没用的。他一次一次挨罚，一次一次忏悔，到后来还不是那样吗？要想让他戒毒，除非给他换个脑袋。
英哥，你们咋来了？姨副主任，怎么样你啊？我不放心来看看，元哥咋样啊？哎呀，深更半夜的，这么点事把你们都惊动了。你看，没事儿，应该的。三木哥，姨副主任，你说我一个女人在家，万一那些人闯进来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别哭了，你家粮食都给你堵回来了。啊啊！远哥，别伤心了，丢的粮食都找回来了，其他的事情明天再解决吧。谢谢你啊，于副主任。哎呀，谢啥呀？那谁，翠菊啊，你好好陪陪远哥。再说，我送你回去吧。哎，不麻烦你们了。不麻烦，咱们仨一块儿走。对呀，顺道把你送家去了。我去送你吧，于副主任。不用。我跟三木住前后院的，没事。这不顺道我就送你去。这黑灯瞎火的，还是我去送吧。哎呀，快点回去吧！明天呢，咱们村里还是召开精神文明誓师大会呢。人家李书记亲自到咱们村来，在咱们村召开。我回去不还得准备材料了吗？大叔，咱走，走吧，走走走，走。元哥，你好好休息啊。哎，走。你才回来呢，你咋还不睡呢？我不等你吗？等我干啥呀？你看你穿这么少，你别再嘚瑟感冒了啊！这咋回这么晚呢？你说呀，这不是村委会有事儿吗？那啥事儿也不知道，乡长家来个电话吗？哎呀，太忙了，这咋不忙呢？哎呀，那啥，你是不是和钱院在一起呢？什么钱院？钱院多难听啊，爹呀！你看你，哎，一提这个你就给我甩脸子。你看那个啊，你看他，一天小脸给你绷的，像搓衣板似的，一点乐目都没有，像谁欠的八万吊似的。睡觉去吧，别逗他感冒了，行不行？好马不吃回头草，25年就把你祸啥样了？啊，不因为他我能着急忙慌做主，让你娶那小翠吗？不因为他你能跑到俄罗斯去吗？啊，不因为他，你能到现在没娶媳妇儿吗？爹呀，这半夜三更的，你说你提那陈年旧账干啥？有意思吗？爹呀，你不困呐？什么困不困的？哼！哎呀，一说这个你就不乐意，一说这你就不乐意。你说想当年多少人给你介绍对象，你就偏偏看上他了，啊？我不跟你说了吗？他不行，太傲，太娇气，咱家门槛低。供给那座大神，可你不听啊？咋样啊？啊，叫人把你蹬了吧？蹬你个四仰八叉！什么玩意儿把我蹬了？还蹬个四脚八叉的？你说你这真有意思！你看你说的玩意儿。我跟你说啊，你抓紧把个人问题解决了，别让他再霍霍你。我看翠菊那丫头就不错。啥玩意儿？翠菊那丫头就不错？那娶媳妇你以为是买骡子买马呢？好了我就要，不好转手就卖了，那不坑人吗？你少给我扯那离根楞行不行啊？不，你当我瞎呢咋的？我知道你心里还惦记着钱园那个呢。爹呀，咱不说这个行不行啊？我把话撂着啊，只要我有一口气在，就绝不允许要那个冷血女人。啥叫冷血女人呢？越说越难听，你快睡觉吧你。你看这行行行，那你就护着她，你就护着她。谁呀？又啊，派出所的。喂，石团啊，三木书记啊，你在哪儿呢？啊，我现在在家呢。哎呀，你说这丰年村的四大金刚哈，我三个月抓了他2次，我真没办法。啊，他
他们几个啥意思？他们现在还不服呢。他们不服啊？我过去，我马上就过去。你别过来了，路太滑，天太黑了。没事，我马上我就过去。你等我，你等我。过来了，你看，这怎么？刚回来，怎又要走呢？是啊，这不派出所来电话吗？这啥事儿呢？你自己睡觉吧，你别管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！你看看，行了，我走了。哎，石所，这不是我发牢骚。你说自从我当警察那年开始，我就接触这四大金刚。你说他也不是什么刑事案件，抓起来吧，他顶天是个治安罚款和拘留；隔靴搔痒，他治标不治本。你说的很对呀，所以呢，我把三木书记找来，咱们研究一个最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。那真是这样吧。哎呀，三木书记，这么晚了跟你折腾了，真不好意思。坐坐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呀，要说对不起的是我呀，你说那就是我们村的村民，你说你咋整的？要邪命了，他们都。哎，三木书记，哎好。哎呀妈呀！这咋还来电话了？你这这晚谁呀？这都啊！哎，啊，你是无敌媳妇儿啊？那你来电话就问这事儿啊？我说你咋回娘家还不回来了呢？你这玩意儿，你说你这。你都不当监护人了是不是？你看你家无敌现在，哎呦我的天哪，散放的鸭子了，没人管呢这人啊。啥玩意儿？无敌他爷爷死了？不是，那老爷子身体不挺好，怎么还死了呢？你别着急啊。完，咱想办法，你别着急，我知道，我告诉你一声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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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无敌他爷死了，你看，这咋偏偏这个时候？对呀，这到底是咋情况啊？哎呀，他家这老爷子吧，我还真认识，90多岁了，身体可好了，说出去卡个跟头，你这走了，这人就，你说咋整啊，石所长啊，这个怎么办呢？这个，哎呀，按照法律规定。治安案件在没有处理完之前，涉案人员不可以处理其他事情。但也有两种例外情况。啥情况？婚丧嫁娶、子女升学。但是必须向上级部门进行申报。对。获批之后啊，涉案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内处理完这些事情，然之后进行那个治安处罚。啊，那你们得想想办法呀！你说这咋整啊？这。哎呀，你这样吧，我核实一下，如果情况属实呢，我马上向上级申报。这样，你今天先回去，明天听我电话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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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这事儿就拜托你们了啊！啊，好，那我走了，回去慢走啊。谢谢你们俩了啊，路上注意安全。哎，路滑慢点。哎，好，知道了。这烟可忙了，哎。石所长，哎，可以，那样，我呀一会儿我就到你那去，把这几个玩意儿领回来啊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9点钟啊，在我们村子召开精神文明建设誓师大会啊。那个镇党委书记李东明亲自到我们村来啊。那样，我一会儿到你那去呢，我马上还得回来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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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谢谢石所长啊！我现在马上就去。好好好，李在木，你坐下。我得马上去派出所呢。你坐下，我有话说。快点说啊！
真是厉害呀！李在木同志，我请问你，我这个村委会副主任、村党支部副书记，我还有权利吗？有啊，当然有啊。那你咋不接受我的意见呢？啊，还要着急忙慌的去派出所担保他们，啥意思啊？不是那个倩雪啊，请叫我于倩雪。于倩雪同志啊，啊，这个咱们作为村干部做事呢，要有个轻重缓急，这不能说明我无视法律，也不能说我不遵守村规民约，咱们做事情一定要综合的考虑问题，知道吗？哟，你那叫综合考虑问题。我知道，你竞选村委会主任的时候，他们给你投了票。于倩雪。咱们事情一码是一码，你不能掺杂着个人的感情色彩在里边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掺杂啥了？我说的是不是事实？啊，你说话要讲究事实。你真是，哎呀，你二位领导早啊！咋的了？这是又闹不愉快了啊？那什么？书记啊，刘主任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啊是我闺女从那个云南给我寄来的锅儿，可好了，来又提神醒脑，又补血，还去火，那个还免油。这样，我给你泡一杯呗。啊，林三木，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我要向李书记汇报。你随便，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讨论这个问题，咱们用事实来证明我是对的。三木。你啥时候不正确呀、啊，三木？这咋的了？这是扭头别忘的啊？哎，你咋又来了呢？有事儿啊？什么叫我又来了？我们能来是咋的？不是吃枪药了？你还这么说话？不，我每次来你都这么说，闹腾不闹腾啊？不是闹腾不闹腾，领导让研究工作呢，你先回去，回去，回去。他们研究他们的呗，我又不碍事儿。你这你不是你这你，看不是个眉眼高低呀、啊，素质太差了。今天天冷。嗯。哎哎。呀，老爷子。嗯。这咋的？铲雪呢？嗯呐，脚真勤快。大凤，那你唠吧，我先走了啊啊啊！咱们出去看看小孩呢。哎呀，我这辈子也不会那玩意儿。你说你呀，就知道搁家闷头干活，也不懂得娱乐，那你活着还有啥意思？你得与时俱进，老爷子。不，那咋的？哦，摸小孩就与时俱进呐？你可真能整啊！不是，那啥，大凤。你又给谁保媒去了？哎呀，张罗面的儿子，莽子。这不是头几年这日子过得不太好吗？跟刘家威不是黄了吗？你说人家现在日子过得好了，刘家威这些年没找对象，一直等着莽子。哎，我上门一说，这事儿还成了。是啊，大凤啊，我看你一天给这个保媒那个保媒的保成几个了？我总觉得一对没成吧？哎呀妈呀！你看你说的，你那这能怪我吗？那该着他们不是婚姻，没那个缘分。那月香老也未牵那个红线儿啊。我那啥玩意儿，这回那个女方管老张要多少彩礼呢？一万。哎呀，这说的还一万，一万大腿都娶不来呀。十五万。哎呦我的妈呀，那是娶媳妇吗？那不娶钱肚子吗？你说想当年呢，我结婚那前呢，一身花大泥，一口锅，几个碗，就把媳妇娶回来了。那也没耽误生孩子呀。你现在可好啊？你看这彩礼呀，越来越高，那人情咋越走越薄了呢？哎呀，你那是啥时候啊？你现在啥时候？那谁有脸分不往脸上擦呀？你家三木，是不是也快五十了？那可不咋的呀。哎呀，那见着他妈也快没了二十年了吧？三木都当上村书记了，那不近不离的，那也该半个人了，啊？咋的？是不是还惦记于倩雪呢？
那实在不行，那我给说和说和呗。行了行了，大凤啊，你该干啥干啥去吧，啊。你看你这老爷子啊，我一提一劝学，你说你就不乐意。行了行了，你忙你的，我也走了，我还事儿挺多呢，我这好心。于副主任，你这话说的我就不爱听了。什么叫胡作非为啊？不就是打了几场麻将吗？你去四邻八村打听打听，哪个村子不打麻将啊？杀人不过头点地，这赌资也没收了，治安罚款也交了，你还想咋地啊？撤罪局啊，这儿没你事儿。怎么没我事儿啊？我是丰年村的村民，我有发言权。哎，不是，小车同志，你怎么跟我们领导说话呢？啊！你少拍马屁，不可理喻。你要撤罪局，这是我们干部之间的事儿，你少跟掺和。三木，你是他的领导，职位比他高，他凭什么对你指手画脚、不依不饶的？林三木，我现在明白了。你为啥那么袒护车广顺？哼，于副主任，你可真的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！你不就是想说我和林三木好吗？我现在就告诉你，我就是和他好，我就是喜欢他，咋地吧？程子杰，越说越不像话了。就是你在这叭叭啥，你赶紧回去得了。别管，讨厌！我怎么不像话了？你看他那个样子，他就是看着我跟你好，心里难受。他这是假公济私。你早干嘛去了？啊？哎，当初那么好的机会，你怎么就不好好珍惜呢？你赖谁呀？你有事说事儿，没事儿出去。我不出去，这是村委会为老百姓服务的地方，我凭啥要出去啊？我告诉你，你在这无理取闹，我报警！我干什么你呀？报什么警啊？多大点事儿你就报警？行啊，好，现在合起伙来欺负人了。行啊，一伙的了，现在是。刘主任，我替你报。报什么报？还嫌事儿小啊你啊？回去给工作干部请，欠着欠着。有你啥事儿？撤退局。我告诉你，你别在这乱搅，听没有？你如果再瞎搅和，我就依你扰乱公秩序罪，我处罚你。哎，拿自己不当外人，咋又坐下来了？管啊！于倩雪，车广顺他们在派出所，他们在保证书上签字，是我亲自给他们做的担保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告诉你，林三木。如果他们再出什么问题的话，你要负全责。我是书记，我当然负责。你跟你没关系，我现在就走。你，三木，你起来。三木，我背你去。于主任呐，我最看不惯的合伙欺负人的，我最爱打抱不平的。我工作吧。又问，素质太差了。这个穆大凤啊，他明摆是克制人的。一线血，一线血，只要我在，就休想打三木的主意。谢谢你，你们几个还知道要脸呢？哎，哥，如果你要是不来接我们呢，那石所长还不得关我们七八天呢？那是。你说你们几个啊，光我就来接过你们几次了，你们能不能想起来了都？那个，三木哥，这回指定不妥。我也是。你们几个说这话就像那复读机似的。你们这不现在不还照样吗？还要脸不？那个，我保证，这回是真的，真的。你这药老哪呢？
他顺要道跑了吗？不是，他先撩的。走吧，咱站干啥呀？等人管饭呢。啊，走吧，走。哎，三五哥，真得谢，干啥事？谢你对我们哥仨那真是情比天高，恩比海深呐。那可不咋的，无以回报啊。少拍马屁你。哎，要不那个咱哥仨凑点钱，请三木哥下馆子呗？那应该呀。就你们仨呀？嗯。凑点钱，请我下馆子。就你们仨那兜里都比你那脸都干，还用你们请我？这不都交罚款了吗？对，那啥，哎，三木哥，你兜里不有钱吗？是。他有钱能咋的？也没人给他花呀。是啊，三木哥，你说你都五十来岁，你真得办个人了。那可不咋的，你不能总耍单的，用不着你们关心我啊，用着你操心吗？啊，这么关心你，就是。我们要变东贤为东芒，啊，大力推广百招十万的富民工程，啊，把精神文明、物质文明一起抓，啊，话说到容易做到难的。行了，你们知道啥呀？三木哥现在还惦记于建雪呢，知道不？不是哥呀。我就老防着于千雪，整天拉了个脸儿你。可不咋的，那脸拉的跟长白山似的，这家伙。嗨，你别管长白山还是武夷山，人家三木哥就喜欢这座山。别扯没用的，我发现你们这跟你。哎，三木。哎呀，齐总啊，你咋又换车了呢？这咋又开黑色的？不是白的吗？我记得。车不是多吗？我找你有正事儿啊。啊，说吧。这回出口的粮食是到俄罗斯，啊，你呢一定替我保好这个粮食这个质量这一关，哎，弄不好，就直接影响到国际上的声誉。哎呀，齐董事长啊，你放心吧，就是我们老书记在位时候怎么配合你的，我就怎么配合你啊。那好，放心。哎，收粮的时候呢，我下不来，我估计雷雷啊到你们丰田村。照顾的啊，没问题。齐雷，我们太熟悉了，那我接个电话啊。喂，陈子轩呐，咋的了？什么？姚老嘎又喝多了？在哪儿呢？外村啊。那行吧，那什么孩子啊，你用你家豆腐车，你给他拉回来吧啊。一会儿我就回去啊，孩子。好，好，好，好嘞。哎，这一天净事儿。那正好，那顺道的上车吧，一起走吧。哎呀，我们打个车走得了。别啰嗦，来，上车，走，咱上车，上车，上车了啊！好，来。哎呀，你看你又给武大凤当摩的司机呢。乐啥呀？乐得跟唐老鸭似的。你见着米老鼠了咋的？自己看。哎呦，沈姨啊，我依然跟你喝呀，我跟你喝不够啊。但是你的情我领了，晚上咱接着喝，接着喝，一定要喝好啊。哎呀妈呀，我的天老爷地老奶奶，他咋又喝喇叭了呢？昨晚上啊，四大金刚上弦啊，那三个被派出所给逮了。姚老嘎多奸呐，直接顺着尿道就溜了，然后不敢回家，跑小姨家蹭酒去了。你看喝那死出。哎，他咋把自己绑杆子上了呢？我也刚到这儿，我看那个姚老嘎扶着那杆子尿尿，撒完尿啊，他系裤子，直接连那杆儿一块系上了。你说这死出这？哎呀，这死出啊！三木哥呀，嗯，谢谢啊，谢谢你对我们那么宽容。法律就是法律，我没有权利给你们宽容。钟管事，哎，你家豆豆考入了舞蹈学习班，你抓紧时间把他这事儿办理一下。我知道了。你们两个回趟后沟村。你爷爷去世了。我爷爷啊？我舅爷啊？对。啥时候的事儿啊？昨天晚上，摔了一个跟头。到医院就没了，打电话你们又没接着，打到我这儿来了。哎呦我去！哎呀妈！
舅爷没了，舅爷！你还横腾了，嚎的什么玩意儿？嚎腾啊！赶快啊！你们俩把这事儿都赶快处理一下，派出所只能给你们6天时间，赶快把情况处理完以后，到派出所接受法律惩罚。这书没就没了呢，这人呢？我舅爷没了，舅爷！嚎什么玩意儿？大嘴一张都看着你胃里，嚎什么玩意儿？你干啥呀？你踢我？什么玩意儿？干啥呀？ 人家爷没那个叫什么玩意儿，我也是我舅爷嘛，八竿打不着的臀旗还救爷呢。那不也是亲戚吗？可你不也真是醉了？你干啥去啊？你管不着，你不能玩去啊！这老小就这么作吧，他这么作他不死牌桌上也得死酒桌上。早晚不能，你没看这帮脑出血使劲呢？你说这母大凤那么厉害，一天呜嗷的多大能耐，他整不了自己老爷们儿呢他。 哎，我去！哎，我去！灭绝师太的节奏啊，这是！这够姚老嘎喝一壶的，在劫难逃啊，这是！哎呀妈！还耍钱不？还往死喝不？还跑不？还要脸不？妈呀妈呀！你说你妈在哪儿呢？你瞅瞅，你妈在哪儿呢？ 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是谁？走进了我的心扉。